来造型重新调整之后，哦，变成安尼，啊，迄只比较敢凶多吉少，他不晓得是不是被石缝卡住去吓到，啊嘛唔知，哦，伊就卡掉的，啊唔来是卡掉，久来全枵着，照讲是应该是袂拢走咧困啊，然后后来把它调整这样子啊，内底后壁是中空的，哦，然后这个鱼洞里面都是有缝隙的。哦，这么个调整啊呢，哦，所以鱼啊在闭的时候，它就不会有夹到的情况，哦，啊，这个部分就是这样子，啊，鱼躲在哪边，你一看就知道，哦，胜哥重新调整过啊，这个海葵大王都在这，哎，目前调整的是安尼呢，嗯，我懂啊。这个翁来，这颗水中凤梨好像挂了，觉得这一颗可以拿掉。造景调整之后是非常漂亮。哦，这正常是一碗上一碗底是加哦，一二三这三颗是拿掉的啦，你知道？我有空间啦，啊，但是迄一碗坐当培菌就是较淡。哦，一二三四四颗，包括这一个鸡排拿掉，啊，但是我是刚刚呢，小可抓咧哦，造型是不错了，就是有一种感觉。